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红彩的情境训练，拟真难度第四关，密闭空间的攻击。今天想要拿到的星星是用这个 Ash 的榴弹发射器击破两个可以打破的东西。感觉这个星星就不难啊，只要找两个表面炸一下，应该就可以拿到了。所以我想要尽可能的活久一点。顺便探探路。怎么都没有任何敌人啊。那边有一个。是吧？没有办法关门，打旁边。探车，还有吗？哦，爬上来了，快！哎，还好来得及。不知道还会不会有看一下。这边是驾驶室，看起来安全了。有人吗？没有。这里是可以出去的地方，然后他们把床翻起来当掩体是吧？就我后面没有半个人，奇怪，敌人呢？还有八个，照说应该很好找啊。哦，这里一个，感觉这个应该是可以射穿的表面。我从那边，应该说可以破坏的表面，我从那边炸炸看好了。你可以下去，炸得到吗？我有办法趴着炸吗？好像可以耶。啊，不是，按错了，丢车子，丢了两台车。阿万，爆破了。车被他射掉，快跑！感觉他应该还在那。Yeah， 炸死！这样应该就达成了吧。那沿路看过，这边都没有人，应该是安全的。子弹箱到底在哪？不知道可不可以补更多的爆破弹。哇，不行！跟车一样是有限定数量的。再派出车，帮我往前刺探敌情。
这边应该就是刚刚那个楼梯啦。哎，都没有人吗？这个跳跃能力真的不晓得可以干嘛。哎，怎么都没有人？这边呢？那边有板子，出来是个下楼的楼梯。这边有加强，有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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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呢？这边有啊。哎呦，就一个，是不是？在那个加强版的后面。好。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宰了他。这边有加强过了，要穿墙好像不行。从这里穿呢？还是侧进去？看我的！没有杀掉，来了来了！看能不能顺便再解一颗星，另外一颗星是侧身杀人，我只要再杀一个就可以解。这里面还有没有人啊？还有一个哎。躲在那个墙后，我绕过去另外一边，穿墙。啊！忘记侧身，好吧，算了。哎，这边怎么走一个？理我哎、欸！走走走！打死了！他是笨蛋吗？第一次看到这么蠢的。不对，我还是没有侧身杀到人。没关系，还有四个，还有机会。感觉这一层应该已经清空了，所以接下来就是要下到地下来了，好像也不是地下，飞机的下层。这边也是可以进攻的入口。好像是放杂货地方哦，有个人，有个人躲在那。哎，这里也有个。哇，这个空间里面有两个人哦。小心翼翼。这墙不知道能不能穿呢？耶！这个也穿墙了。他没办法，哎呦，来了来了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啊！墙是钢的，不能穿。好，我们拿到一颗星，照说应该可以一次拿两颗了。那我们今天的星星就到这。
喜欢的话别忘了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